大家好，我吃了牙，那就是牛毛管，那么粗了，像这种就细，太细了哈，我们都用手取，这样能试出老和嫩。你看这一朵在这儿，你看这到处都是，这边都是公的呀，这就是牛毛管，这个特别费事儿，回家还得拔，带毛啊，还得撸，撸毛，还得揉。现在我们这张也收购的了，因为野菜都出来了，一看你驮个大袋子，然后都接你，卖不卖呀？卖不卖？你采的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微菜就是费事儿，你要是现在新鲜吧，倒也能吃，就是苦。对，也就是今年疫情的事儿，要是不是疫情哈，外地的大老板都过来收。哎呀，我和我爸准备打道回府了，骑摩托车回。下了点雨，下雨，今天就不能上山了。明天有小到中雨。你又雨休了，他又雨休了。雨休啥？我哪次我也没休。那我回家明天不跟你干活了呗？那我不管，再熬半个月应该就过去了。就胜利，胜利，我也闲不着。现在都往家跑了。你看我们当地的采薇菜怎么处理的？你看怎么费事的啊？粗的，你看。您这菜炸的挺好的，嗯，这炸黑了菜也很难吃，必须得炸好的。您这菜绿油油的，撸一斤五毛钱，给你撸两个。干啥拆菜去了？嗯，拆了卖了？没卖呢。啊，不卖，留着。留着。这是外地的。啊？外地的吗？我，外地的盲流啊。这个菜撸完了哈，还要晒，晒你知道有几遍吗？四遍到五遍，头一遍给那个浆油出来，第二遍再油油，第三遍、四遍就是慢慢打团儿。但是油好了吧，这往往就是这微菜好吃；油的不好哈，就跟草一样。但油好了，就像方便面那样似的，这微菜也特别的好吃。这微菜不是说谁都会油，不会油就跟草似的。连雨天这菜也难吃，哎，反正它就是事儿特别多，哎，对，很难啊。这个野菜一般都比较娇气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找了多少人过来撸菜。看看人这大锅。一大锅多少？这菜油第几遍了？应该第四遍到五遍了。哇，成这样，这他家菜挺粗。哎呀妈，这么多菜！你看看，他得做还有做一遍打腿大团哈。哦，这边也是菜。你看这会油的菜就是油成这样。这个哈，会油。你看看人家的这场地多大，人专门晒菜的，你看大纱窗，这就怕连雨天，完了干的又快。所以人都这样说，你看人这都会油菜的，不会油菜这活干不了，不是说谁都能干得了的。太干了，你看四遍到五遍就这样说，你看像方便面，不会油就跟草似的。这是揉干的呗，干菜。嗯，干的还得剪这个根儿。对，你看这根儿，还得搅。嗯，搅根儿好累呀、啊，我可都是搅够了。你看，这个菜是清新，你说吃这点儿完了。费多少劲儿吧，你说出老力了，这个它得在太阳底下。对，连一天都不行，连一天黏了就不行，发黑，对，那玩意儿可坏了。行了，好。